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个爱来爱去，一个你爱我，我爱他，他爱他，他却爱他的概念。故事是这样的，在神魔大陆的某一个角落，这个角落呢，不是别的，就是我们这次 14.2 改版突然横空出世的博兰特皇国啦。故事的一开始呢，我们的大魔王他就被赶出了王国，然后就没有他的事了。他是哪个怪的？好吧，算了，好像不重要。故事的一开始呢，我们的国王有三个小孩，分别是男主角石车菊小菊，还有小菊他哥跟小菊他姐。有一天呢，小菊的爸爸也就是国王带了一个自闭儿回来，小菊就跟自闭儿说啦，我以后是要成为国王的男人，你愿意帮我吗？自闭儿回答，好啊，我帮你成为国王。其实呢，他心里的 OS 却是，然后我要成为国王的男人。于是小菊就成功收服了自闭儿。小菊接着就带自闭儿去找小菊的女朋友小英，从此小菊、小英还有自闭儿就成为了好朋友。一转眼就过了好几年，有一天呢，小菊他姐跟小菊他哥刚打完架受了伤，那我们的小英呢就很好心的帮小菊他姐包扎啊，毕竟以后是要嫁到小菊家，也是要叫人家一声姐姐嘛，现在先套好关系好像也是应该的 啊结果小菊他姐就爱上了小英。什么？然后有一天呢，小菊他姐打架打赢了一个叫芙蓉的妖艳贱货，结果妖艳贱货芙蓉呢就爱上了小菊他姐。什么？更精彩的呢就还在后面哦。之后呢，妖艳贱货芙蓉发现小菊他姐喜欢的人是小英，然后他就决定啊，擒贼先擒王嘛，我们就先去跟小英当闺蜜，然后再毒害小英。什么？是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小英先中毒躺在加护病院里面。这样故事看到这里啦，我就真的只能送给博兰特皇国四个字，就是贵圈真乱。所以呢，最后贵圈会不会更乱呢？他自闭了到底会不会在小英晕倒之后扶正呢？还有小菊他哥到底在干嘛呢？好像还是不重要。这一切的一切就看你要不要来博兰特王国玩一下嘛。神魔说书，我们下次见。